马上都快过年了，要是想吃肉丸子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。肉末加葱姜水、盐、五香粉、蚝油，一个鸡蛋，朝着太阳方向搅拌上劲，再加玉米粒，倒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，这是酥脆的关键，充分揉和均匀，取一块搓成小丸子，六成油温下锅，中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这样做的玉米肉丸子，外酥里嫩，一口一个，太香了。